你自己说下课都在外面呢，你说说，要是让他们看见你现在这副模样，你还想哭吗？告诉你啊，你的那只手下课都在外面呢。你说说，要是让他们看见你现在这副模样，还会认真听你卖命吗？你再不说实话，我可叫人了啊！你敢！弟兄们，别叫啊，别叫啊！我说，我说，我四打一将生以来，就是这般模样了。你不知道来历，也毫无亲朋。这心中就一直有一个想要赚钱的想法，于是我就拼了命的赚钱。公子的干什么呢啊？快点呀！我出来受戒的时候什么活我都干，扛沙袋、刨腿、做小买卖。哎，接过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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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啊！但是这钱来的呀，像涓涓细流一样。小李，啊，小梅，哎，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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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梅
看什么？不少了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去吧去吧。到晚了，下一个。我和母妃还有赤后营数千弟兄都会死无葬身之地，你跟我谈将来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，你如果还是要这么执拗下去，我也无可奈何。你们先好生歇息，我明日再来看你们。不必了，立场不同，是要连情也要割舍吗？你我不同，你自小优渥，可以宽宏大量，可以福泽万民，而我出身卑贱，苦熬苦业才有今日，容不得身边的人有半点异心。你若今日不肯放我走，等少典有情归来时，就是你我长绝之时。你是我心中的月牙，我的遗忘闪烁着年华，如果泪落下凝作星火。轻声唱你我向往，那里有一片湛蓝的海洋，粼粼波光，你手牵着手边方，你是天空最亮那颗星的碎片，一片一片化作无拘无束的夜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好热好热。
杀人风俱在，我们挣钱大计，哎，有望了。谢谢你，若不是你带我去喝喜酒，我都想不到这么多。你就是我的智多星。钱儿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帮我拿这个。诸位，今天呢，是我与钱儿大喜的日子，这婚礼也结成了。那按照规矩，成亲就要添东西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坐下了？这添东西啊，讲究的就是越亲近的人越得表示。那各位跟我征战了一年多，那不是骨肉胜似骨肉，不是亲友胜似亲友啊。行，你们都不动是吧？下一单生意都没你们的份啊，别愣着了，赶紧的。说你呢，你不得给大家打个样啊？多谢各位了啊，各位都别客气啊。说好的涨工钱，谢谢钱儿。哎，干什么呀？哎，亏我还以为你对我动心了，原来你跟我成亲是为了赚钱呀。不是，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你要不让我去喝喜酒，我哪能想到这么多呀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拿着，哎，坐这。这孔雀一族向来以多情闻名，你看看他们多高兴啊！所以说呢，这人生的美好，除了钱财以外，还有爱情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真是，跟什么过不去，但别跟钱过不去。你还真是聪明啊！那是。都一天了，夫人看来是不会来了，要不咱们今天关门收工。他肯定是对我失望至极，所以连道别都嫌多余。堂主，这骨笛30两，30两、啊，那我没钱。哎，没钱你瞎摸什么？你眼瞎呀？他想摸哪个就摸哪个。他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这么看出来？你当真要送给我啊？是啊。拿着，数数。不找后账啊？什么话呀？行吧，反正啊，这骨笛也算是你欠我的。啊？我什么时候欠你的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好久之前的事了，你肯定不记得了。哦，没事。那既然如此，今天我就都给你补回来。你想买哪个就买哪个，想摸哪个就摸哪个。啊、是。说话算话啊。啊。